千的块币。哇，好大一个盒子。是我买的一个收纳筐。大号，这个大号好像有点太大了。开吗？亲爱的同学们，我现在要出门，然后去做一下皮肤。怎么样，我这个头发在没有任何造型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没有那么丑？今天从家开到芳草地只用了20分钟，好意外。好像上一次出来做皮肤还是好几个月前的事，这段时间都太忙了，所以就一直自己在家工作。正好来这边给大家选下一次搭配的衣服，去问了一下人家今天有没有空余的时间，刚好6:30有一个。这门口摆的是什么东西？新的吗？敏感肌，敏感肌测试。我们进去吧。这个是面颊地方的，嗯，然后这个是鼻头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眼底，你的眼底的话颗粒感是特别明显的，然后这个是颈部的话也会比较干一些，然后这个呢是底层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会偏干了，包括面颊，那这个是鼻子上。再到最后一步，再敷这个面膜，这个是他们家的那个骨胶原面膜，就是敷上之后会越来越薄，好 Q 哦。Hello， 我刚刚健完身回家，顺便在健身房洗了个澡。我们小区居然停热水了，而且要停整整45天。幸好健身房离我们家很近，这样就也可以督促自己天天去健身了。大家看我这两边还有这里都是今天被清过的地方，所以有点红红的。刚才又洗了一下脸嘛，所以今天的晚上的护肤步骤就以修复为主。我这个红鼻头有点搞笑哎。今天那个肌底液用海蓝之谜的这一瓶。接下来用这个精粹水，因为今天已经做过很多次去角质的步骤了，所以就不拿那个化妆棉来擦。想涂的有点多，被刮掉的眉毛的这里有点刺痛。接下来用这瓶修复精华，涂太多了吧，最后一步涂上这个超级巨无霸乳化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还是不可以涂眼霜，涂上我的这个去疤膏。
摸脸还是烫烫的，还是什么都不想吃。刚才让阿姨煮了一点粥。早呀大家，今天已经是我在家躺的第三天了吧，总算是好一些了。今天外面阳光超级好，我现在要洗个澡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出门了。今天来跟朋友下午茶，正好谈一下明天要拍的东西。他们在这边，去拍东西啊！我今天只睡了3个小时。昨天下午出去了，到5-6点钟的时候就觉得从后脖梗子这儿开始发热，感觉自己的体温又在上升。回到家一量，果不其然又烧起来了。昨天晚上莫名其妙的失眠了，5点多才睡。Niki， 你来干嘛啦？刚才把这儿挤了一下，但没有挤出东西来，准备敷一个那个清洁的面膜吧。敷这个面膜的时候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先把手沾湿，因为这个啊头发，因为这个面膜会干得特别快，所以把手沾湿，然后增加一下这个面膜的湿润度。样子太搞笑了，因为没有睡好嘛，所以脸肯定有点肿。用这个宙斯来排一下水肿，配合导入的是这个精粹水。他整个笑得好开心啊，他太奇怪了吧，他今天要么怒火中烧。3个小时哦。咖啡喝了吗？安心给我买的咖啡我要全部喝掉。灵了吗？嗯，被我迷住了吗？我不敢，瞧人家脸那么瘦，人家菲比，再瞧我，郭冬临儿。
你问他，他去哪儿了？Hello，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瘦了？今天从醒来到现在，7:18，我只喝了一瓶都乐的橙汁，外加两个费列罗。今天要带 Niki 去外面洗一下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今天又离家出走了。我们小区不是停热水了吗？就只能带他出去洗，他现在脏得像个野人，我们俩像刚挖过煤似的，衣服也没有来得及换就跑出来了，好重哦他。哇，你好，我来洗猫，可爱，你洗干净哦，正在滴药呢。今天跟我朋友约的王府中环，北京昨天下了场雨，今天天气还挺好，看阳光。我们今天想吃的有点多，选择一是那个质地咖啡的龙虾意面，然后二是 Cheesecake Factory， 然后第三个就是去吃那个小红袍，还没有决定好。吃饱喝足了，现在来这个点一杯奶昔。看来喽，好好看哦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刚刚回到家，哎呀，看这个油出的，这个是今天的收获。前两天在 Max Mara 听了他家这个经典款的大衣，然后过了2周还是3周啊，刚刚拿到，哎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他家这个传说中的101801，改天再给大家试吧，我今天太累了。然后这个是今天带我闺蜜去于爱老师店里，然后他送给我的帽子，非得叫我陪他一起戴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俩拿错了，这个是他的。김미소가 왜 그럴까?